我们现在呢，就麻烦各位呢，你刚练习的档案，可以大家互相观摩一下哦。到任务里面有没有练习档上传？好，那你可以用你自己的这个 Google 的账号，或者是用老师这边提供一个公用的哦，都可以。你到这个单元里面，我们今天主要会做四个，你看一二三四哦，所以我们今天已经现在完成第一个，你把它点第一个，好，你就档案上传。那么你在打开的时候，如果你有登录你的 Google 账号，会像这样直接进来。那如果没有，就是会出现一个 Google 登录的那个画面。好，那在这里面呢，你要哪几个档案哈？在这里，主要的话呢有三个，有三个哈，就是我们刚刚输出的时候，有没有包含了一个二 D 的，这个是 SVG， 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下面这里。这个是 3D 的，这里是不是有一个 PNG？ 那你不要忘记哦，我们刚刚有没有把它的专案档储存下来？这个，所以总共有三个，一、2D 的，二、3D 的，第三个还有它的什么专案档 SH3D， 这样了解吗？好，所以你把这三个档案，当然如果你刚刚还没有完成，还在盖的过程里面，你就看你哪一个 OK 的，你也可以先交那一个，没关系啦。放心啦，没有教不会被当掉，可以吗？放轻松一点，学习就好了。好，所以你从这边你把它传上去，那你可以从电脑面选，好，选好了按下，假设这个，那就加一个，再加更多，好了，你就按上传就好了。那我想我们这个主要的目的是说，哎，方便各位，就是说我们可以互相观摩一下。好，大家待会可以互相观摩一下，老师有开放那个大家看，所以你如果要看别人的，待会你可以从这里。好，上面这里面有一个叫进度，按一下，那就可以看到谁已经交了，然后上面这里按一下就能够看到。OK， 这样可以吗？来，给各位五分钟试看看咯。